大家都知道我家有三只小柯基，就第一眼你们觉得谁是显眼包？我替姨们回答。弟弟头皮要被你薅掉了。就用小狗最常见的板牙哈的动作来举例，正经小狗应该都像奥丁这样吧，先趴下然后再把小短腿蹬出来。姨们看我趴的标准吗？姨们快看我的大长腿。看哈利哥哥也是，只是蹬出来一个腿儿。来看我们小显眼包，这俩小短腿往前可劲儿搓了，然后屁股直接劈叉，前腿一顿忙活，劈叉，搓搓搓，劈叉。咱再看个侧面的，这得往前顾瞅了多少呀？怎么了？姨姨说这样趴可不可爱？